到庶民大头家，其实政治人物本来就应该要以清廉为本，只要有人涉贪，不管是任何人，一个都不应该被轻纵。问题是我们就看到包括了陈宗彦到超私弹高端案等等，老百姓看见的好像就是只要是民进党人有涉及的案子，好像就办不下去了吗？好，蓝营的立委吴宗宪就抱怨说，他过去当检察官的时候呢，只要办到绿营的案子，好像就会受到莫名的压力，甚至是一些侦办的人员还会一个一个被调走，让他非常的不开心。这事情不是代表着背后恐怕真的有黑手在干扰司法吗？那现在赖清德政府竟然呢就都可以去查郑文灿了，对于其他和绿营有关的贪渎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期待会比照这个办在野党的力道来彻查勿枉勿纵呢？斌哥怎么看？我觉得我很佩服吴思瑶，他说停止政治对司法介入，民进党团尊重司法判决。请问一下，谁是执政党？在野党是有什么办法介入司法？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在野党要如何介入司法？我也想学习一下这招到底要怎么用。这根本鬼扯嘛！因为现在为什么民众对司法如此没有信心？就是因为腐凿痕迹太深嘛。所有的东西只要牵涉到民进党的，就是高高拿起，轻轻放下，或是根本理都不理。像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最可笑的案子，就是当年就是因为高雄气爆的关系，所以监察院主动请缨调查，要调查陈菊到底是不是在气爆案里头有什么责任。然后调查完之后，确定陈菊没有任何责任。可是那时候陈菊是监察院长。那请问一下，你们在调查什么？你有病吗？你们到底在干嘛？这摆明在骗人嘛，不就这样吗？陈宗彦的案子这么离谱的事情，都已经监察委员都确认他至少接受八次性招待。请问一下，公务人员接受八次性招待是什么意思？你至少基本就渎职了吧？而且不管中间有没有任何其他对价关系，这个基本上就已经犯罪了吧？那结果呢？结果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也没有处理他，然后司法也不调查他，监察院连弹劾都不弹劾他。那请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是只要涉及到民进党就是无敌了，就吃了无敌星星，是吧？然后超私案到现在，因为在野党终于在国会人数比较多了，好了，结果他就给你来一个大绝招。什么绝招呢？我已经送了一切司法调查当中，所以资料不能给你，就这样，就用这一招。那其他的一大堆高端案啊什么，我跟你保证，陆陆续续民进党都会用这一招。然后检察官啊，或是这些相关的调查单位，我就慢慢给你调查，查到大家忘记这件事为止，不就这样吗？今天老实说，高虹安他一开始这个案子出来的时候，我就认为他八九成会被判刑，只是会被判到这么重，我真的很意外。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过去民进党判的都很轻啊，都是判个几个月然后缓刑啊。我查到唯一一个判比较重的是谁？你知道？童仲彦。他一听，对啊，他过去民进党的啊。不是，他是退党之后才被判，就是这样。他第一次，他一审也被判七年六个月，后来二审达到三年十个月。童仲彦贪的比他少12万多，那实际上高虹安你算一算加加减减，他也没有到46万那么多。讲实在话，那我不是说他不应该被判刑，我认为他如果真的有贪污，如果认定他有贪污，那被判刑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刑罚应该要符合比例原则。那我也想请教一下，那高虹安如果46万要判7年4个月，那很简单嘛，那个郑文灿是500万嘛，对不对？那就是郑文灿要判76年还是怎么样？因为10倍就好，我们这个小数点就不要算他了，是这样吗？不可能嘛。实际上呢，我跟大家讲，这是我的预告，郑文灿未来很可能会没事，因为。这其实郑文灿案，他不是真的要去抓他贪污啊，他的目的只是要警告这个对手，而且阻止一个未来能够跟他竞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只要能够让郑文灿的政治生命消失，赖清德是不会持续追杀下去。所以如果我的预言成真的话，抱歉，你还敢说司法没有被政治介入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